酷狗新乐坊做最好玩的直播，欢迎各位来到酷狗新乐坊，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5月20号啊，是这个一个表白日。我说今天真的是我的福利来了，我觉得安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而且我的位置坐在这个地方也太厉害了。让我们欢迎到今天专门为我们520特别来到的 SH48 的几位成员，欢迎你们。我是 SH48。来，我们每个人都打个招呼，跟大家好不好？大家好，我是孔湘莹，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莫涵。Hello， 大家好，我是龚诗琪。大家好，我是鞠婧祎。大家好，我是李一桐。OK， 我是郭涛。那今天呢，这么特别的日子啊，很多人都忙着在告白呀、啊，在这个发信息呀、啊，怎样怎样。今天呢，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繁星网上，跟我们一起 SNH48 的几位成员，在我们的新乐坊当中聊聊他们的新专辑。今天我们会有特别的环节，也可以让你们完成告白这样一个任务啊。今天呢，有很多的互动方式，各位可以跟我们来参与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弹幕啊，还有我们的飞语。啊，还有我们的祝福语啊，等等等等，随时跟我们可以来互动，并且在留言当中，如果你够幸运的话，想跟谁提问题，我们也会看到来回答你的问题。同样，今天呢，我们会有特别的方式，因为呢，在互动排在前五名的同学们可以获得我们的 SH48 的独家送给你的周边鼠标垫一个，好看吗？那个鼠标垫？看抽到谁的吧？看抽到谁的？是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有48款。不止哎，每个队都有。对的，就我们现在的成员一共有70多位。哇，所以集全70多个应该花不少钱呢。可以获得一个神龙啊。OK， 今天呢，我们会独家礼物送给我们排在互动前5名的朋友，并且呢，还要跟各位讲的是，我们的弹幕吐槽也随时来可以开启，可以来互动。我们每周五的12点，酷狗新乐坊的录播节目会准时上线。同样呢，今天还有很特别的方式，因为呢，如果你够幸运的话，排在我们最终的互动排名第一位的话，就有机会跟我们现场的嘉宾来连线。到底连些什么呢？一会儿再告诉你。好，首先还是要来恭喜你们发了全新 EP， 对不对？这个非常夏天的这一张，哇哦，盛夏好声音，是不是就觉得很棒？封面都不敢看，你知道吗？这太凉快了，真觉得这是在游泳池吧？而且只有女生的游泳池，哎，这是在一个海岛上啊，塞班岛，对不对？对，塞班岛。OK， 好，这一张这是一首新的一首单曲，这首单曲 MV 拍的也是非常的清凉。你这首歌里想表达什么？和之前的一些歌有什么不一样吗？这首歌最重要的主题在于夏天，看夏天，对啊，就有青春啊，然后阳光、沙滩、大海，不觉得有一群穿着泳装的妹子们是一件非常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赏心悦目，对，多棒！何止是耳目一新，应该是脸红心跳，对，而且很青春啊，很青春，而且上面也写了是夏日蜕变的故事，对不对？哎，说到了，这应该是第一次大家集体都穿泳装拍 MV 吧？其实第二次了，感觉如何？我们 N 队应该是第一次，对 ，N 队是第一次，长大了就可以了嘛？蜕变就可以了，蜕变可以了。其实要说到穿泳装拍 MV 啊，或者是去唱歌，会不会觉得有些不自在或者害羞呢？第一次嘛，你们这个完全是我们去之前的就是一个担心，但是去了之后就会觉得天哪，那里你不穿比基尼你就会觉得太奇怪吧？对，太奇怪，对，海边你怎么可能穿羽绒服啊？啊，那倒也是吧，谁会穿羽绒服？就海边要不穿高领毛衣好了，也蛮妙的。所以说，可以说在那边就是大家一起拍 MV， 一起玩闹啊，有没有特别好玩或者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大概是我觉得那边的非常的粗犷吧，就是应该是说，应该一吃惯了我们这边东方风情比较细腻的食物，因为塞班岛它毕竟属于美国那边的嘛，感觉那边的食物都是比较野性的感觉，比较野性的，对对对，大口吃肉，所以各位都是第一次去塞班岛，对不对？对对，感觉那边印象特别深刻的，除了吃之外，还有什么？风土人情怎么样？热，对，热，特别热，湿热的感觉，而且塞班岛特别的小。对，因为我们去拍 MV， 就是虽然只拍了一周，但是我们拍第二天就全岛人都知道我们 SH48。是的，就见到黑人叔叔 SH48。对呀，我们都是大中国来的，地大物博，去那些地方当然啊，没有别的意思啊。那其实说到这次呢 ，MV 拍的也是非常的惊艳，各位可以用我们最新的播放器，酷狗的播放器，也最智慧的播放器，可以搜索一下这一首歌。同样的歌曲也很好听，而且很上口，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舞蹈动作。今天也会有机会请我们在座的几位的跟大家找时间来清唱一下，所以各位要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酷狗新乐坊。今天呢，虽然说是来这个跟大家介绍音乐的，
但是呢，我知道其实对于你们来说是来自两个应该是不同的队伍，对不对？对。你们两位是哪个队 ？S 队。对。S 队的，你们是 N 队。哇，我是哪个队？H 队没有 K 队 ，K 队我是退队的。哎，其实说一下这个队伍是怎么样区分，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最主要的区分，因为我们是一期生，然后 N 队的话比较多的是二期生为主。哦，还那 H 队就是更小的，对，就三期生，然后 S 队就四期生。那 K 队呢 ？K 队你可以重新组一个队伍。K 队就来这个地方，你是一个人，对，你是一个人，我是 solo 歌手。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进入队伍当中，哎，每个人进入队伍的时候都参加过比赛和征选，对不对？对的，就是一个选拔。都是一个选拔，印象有没有比较说哇心跳的那种时刻，或者说是让自己觉得准备的时候也比较会紧张？因为其实马上又要开始第二次征选了，对不对？总决选。总选举啊。总选举。哎，好不想说到这个话题，突然间气氛觉得好沉重了。我们先把这些紧张的聊完，一会儿就都轻松了嘛，对不对？感觉如何？现在觉得又要开始一次总选举，和第一次比起来，优势有哪些？或者说是，我们有互动的朋友们可以拉拉票。优势啊，优势啊，优势。优势啊，我觉得就是老吧。哪里没对？那你们谁能比过我？年长一些，就是、成熟一些，就是懂得比较多一些，可能在里面就是历经了风雨了，好沧桑。说的你们这个组织怎么这么心酸呢？听起来历经了风雨沧桑，感觉如何？你觉得现在跟之前比起来是更成熟一些？对，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顺其自然的比较好，因为毕竟你看这些后辈们都这么可爱，对吧？火药味已经出来了，火药味有了，其实还是很有压力的，对，还是很有压力的。OK， 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对对对。Okay, 但是我觉得你就像你说的一样，成长的力量是不一样的。OK， 默默你呢？我的话就，因为毕竟经历过一次嘛，可能现在的心态会比较和上一次相比不再起伏不定。嗯，因为毕竟就知道最后的结果，无论怎么样，自己的路还是要自己走嘛。OK， 就好好的走，所以比较淡然去接受一个结果就好了。所以觉得无所谓。也不能说无所谓，不知道无所谓就再见。不是说好的拉票吗？拉票就是。就相信大家，也相信自己吧。相信自己 ，OK。好，这是前辈啊，应该叫前辈 S 队吗 ？N 队的呢？他们说，哦，他们我们是有历练的，比新人比起来，我们要经过一些风雨。先说我们其实也不是新人啊，问题是，对，其实对，就是我的话，其实上一次总选举其实是就是。刚刚就什么都不知道的那种状态，因为当时只有 S 队和 N 队两个队伍嘛。你怎么被选进来的呀？啊，什么都不知道不是选进来了，就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不进总选举的话也没有关系。啊 ，OK， 没有那么多心理负担了。尤其是像我这人，是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对 AKB48 也不太熟 ，OK， 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总选举，我就只知道说哦要选16个人出来，那我想哦前面还有人呢，是前面还有前辈呢，当时觉得无所谓啊，就觉得因为只有两个队嘛，然后前辈也比我们就多一年的。培训嘛，对不对？对， okay. 所以我就当时觉得没选进去也没有关系，但是今年就心态就不一样了，压力特别大。你看后面三期、四期，哇、哦，马上也五期也开始招了，就啊，压力好大。对，那压力大怎么办呢？我的话就学了一首压力大，开玩笑，还智商一首打嗝嘞。是，那、啊、虽然压力大的话，但是还是要去就是面对的这件事情，然后也希望大家一起加油。对， okay, 没关系，前怕狼后怕虎是做不成事情的，对不对？来，你呢？我的话怎么说呢？因为去年拿到了第四名，然后。很棒的成绩喽！怎么说呢？是，然后这一年可能就有更多，就去年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大的舞台让我去展现自己。怎么说呢？就是经验丰富了。所以说，如果我今年能拿到好名次的话，我相信我可以做得更好。更好。有没有想法冲击一下前三？我的目标是第一名。去，哎，你们那一届第一名是谁？是 S 队的前辈。S 队前辈。哇，有火药味了，要冲击一下你们队了。就。我们因为都处于历经千辛，也不是，也不是，毕竟经历了太多，就可能我们就不大适合说什么啊，我们要得什么？然后就证明给你们看好了，就那样吧。你加油，加油，相信你。哪里对？这两个人。好吧，一彤的你呢？
我其实是对于这个总选举去年的时候是完全自己是没有抱期待的，嗯，因为我跟其他人相比比较特殊，就是属于是那种替补队员那样的，不是属于正式队员，没有上场机会的。OK， 但是可能是我的粉丝看上了我那种可成长性，然后把我投到了应援，说一定要把他加进来。对，然后投到了第六名，真是想都没有想到。哇，很厉害！我跟你讲啊，其实呢，一般都有这样的故事。我陪我朋友去面试，但不小心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上了。我跟你讲，这是好运的开始。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第二次的总选举应该每个人都会有准备自己的法宝，也会有喜欢你们的粉丝会帮你们来加油。今天呢也是一个机会让大家再次认识你们五个人，不管是哪个队伍，我倒觉得其实能够在我们的 SN 室里面学习成长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好了，今天呢其实说到了来到我们的酷狗新乐坊，当然不是只是简单的聊天和跟大家唱歌，也有很多的任务完成。当然任务不是给我们，不光是给我们现场的这几位，在屏幕那边的你也有任务，因为呢我们今天呢有福利送给你们，因为是520嘛。如果说一会儿呢在我们的粉丝互动数达到了1000的话，我们就会邀请我们现场的五位成员来帮大家完成一次卖萌也好、撒娇也好、跳舞也好的一次应援任务。然后呢当粉丝数量达到2000的时候呢，我们现场的五位，哇，这个题目好劲爆，叫做盛夏好身材，教你打造完美身材。然后呢身材，哎，还没完哦。粉丝互动数达到3000的话，就要对我们当时那个第3000位的排名在第一位的那位粉丝来一次爱情的告白。这是对一次演技的考验哦，因为我们其实你看每个任务都有不一样的，有的是对表情，有的是对这个才艺，有的是对演绎的考验，我觉得也是对你们一次历练嘛，对不对？好了，说到了这个我们的今天是给对方给屏幕前的任务完成之后呢，要说说给你们的任务了。今天来到现场呢，我们不只是简单聊天，也要完成一次你们五个人的挑战赛。而且呢我们挑战赛今天会评选出一位在我们的酷狗新乐坊 SNH48 的五位成员当中人气最旺的一位，也是最有能力的能力者。忽然间气氛更压抑了，对不对？还不放过你们，让你们来进行一次 PK。 今天呢 OK， 我们先跟大家讲好了，我们有三轮的 PK， 每一轮呢我们会用骰子的方式扔到的最大数字的那两位进行 PK。赢得的那一位呢，我们会送给他一酷小狗，以最后谁的酷小狗获得最多为数量。嗯，这是小狗吗？你觉得呢？像海豚啊。像海豚呢，它其实融合了很多生物在身上了，它是一个综合体，就和你们一样。OK， 哎，还要讲的是，因为最后我们有一个第一名的连线嘛，这一位连线的朋友他有两票，就是他有两个机会可以送给现场的两位同学，最后也要争取一下这个机会，好不好？ OK 啦，那你们先调试一下心情哦，一会儿呢就要开始你们的厮杀了，我们先放放狠话好不好？好不好？厮杀反正都看运气，投不投得到，投不到最大的数还不一定呢。哎，因为你们现在五个人代表的是个体哦，因为不一定就是这一对胜或者这一对胜，对啊，有可能五个人是个体。我们就是不服老队啊。不，玩游戏什么的我真的跪了。你是游戏的 bug 是吧？就是经常到你这个黑洞。为什么？那你好适合和他一起玩玩。他也是游戏黑洞。我是傻人有傻福的那类，跟你不一样。那我们五个人到底有多少个 bug？ 你为什么是游戏黑洞？他为什么？就是我怎么样都会输，玩游戏的话，我连石头剪刀布都输。那你不用参加了吧？都已经就这个境界了，石头剪刀布都会输。我记得我上次跟梦梦不是去录那个节目的时候，我玩什么都输，主要是就是手残。手残，对，就手气太差的那一种。对。那谁是游戏能力者？就是每次梦梦太厉害了。但是我游戏分种类的，就不是每一种都很厉害的。绣花这些你就比较擅长，织毛衣啊。如果碰到什么和球类有关的运动，可能我都死掉了。哦，今天我们没有，我们今天比赛其实踢足球，开玩笑，怎么可能？好了，其实要说到了这次的我们的比赛呢，我们先来第一轮好不好？好，我们第一轮的比赛其实很简单，这一轮的比赛呢叫做吸豆大法，到底怎么玩？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张图片啊，没有图片了。哦，直接介绍好，连图片都省了。我们会准备呢不同的道具，来，我们先把道具拿上来好不好？现在我们一边看道具一边来介绍，其实很简单。听起来好像吃豆人哦。哎，类似有一点哦，类似有一点，但是要考察的是你们的这个，看你们的气息够不够足。来，有请我们的酷狗小妹。哇，酷狗小妹今天有压力。哇，这可以吃的哎。是 M 豆嘛，对不对？对。来。
你还有走位啊，你也有走位，来放在这边。酷狗小妹今天来到我们的 SNH48 的中间，是不是有压力？那你还穿个露肩，而且衣服上画的猫哎。好了，这个吸豆大法怎么玩呢？其实很简单，我们看到了这里边是有两种颜色，对不对？一会儿呢，你们用骰子来决出谁的数字是最大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就是来进行吸豆。怎么吸呢？很简单，我来示范一下啊，就是考察你们的这个气息够不够足，因为大家都会唱歌，对不对？要气息很足。比如说我选择了蓝色，把它从这边吸到这边，我会来计时，计时用时最快的那一位就是这一轮的获胜者，明白了吧？明白。两个数量是一样，我没有口水了，这个就不要用了。所以呢，接下来五位，你们马上要进行我们的第一轮吸豆大法的 PK， 首先要角逐出谁是要参赛的选手，从这边开始好不好？好。我四，哎，还不算太，也不算太危险哦。算中间的，来，三，好，也不错。接下来换这边喽。安全了，我觉得。哎，小齐也是三，小齐也是三。哇！小齐果然是 bug。秀才。你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是备选候选者之一。啊。低头。哇，你好，为什么是跟你啊？好嘞，可怜。但我跟你讲，其实选中的是有相爱相杀 是好的，因为你们有、哦、才有资格去争取那个小狗，对啊，对啊，对不对？你看我们年长队、啊、这一趴就啊，对啊，这么就好运沧桑。对，各位来到这边喽，准备好。嗯，好。那我们两个谁先呢？你们可以自由决定，这个就自由决定了。来剪刀石头布吧。你自由决定，自己决定吗？自己决定。那谁黑谁先吧？我们计时嘛。按肤色来吧。黑谁先？你们也是够够的。稍微等一下，我得学一下秒表怎么用。是吧？你们可以先练习一下啊、哦。好嘞，由于我们的节目组的经费有限，所以秒表现在有一点小问题，我们得调试一下。我们用手机好了，用手机，哎 ，OK 了是吧？不，你不要提示他， okay, 你不要提示他。好嘞，真高级，你们 OK 了吗？怎么忽然，你们要到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来，第一位。哦，所以一彤你是第一位，第一位先来是吧？谁先开始？你先来。小菊先开始。你选哪个颜色？就蓝色。你要准备好哦，我喊开始才开始哦。哦，你们一人气一下这个桌子，这个气势也太大了。准备好了吗？小菊，你 OK 吗？你 OK 吗？准备好啊、哦！三、二、一，计时开始。你们可以干扰他，你们现在都是比赛选手哎。看他们两个相爱相杀，速度还蛮快的。哇，小菊，速度还蛮快，你们可以逗他笑啊，还是吸不上气了？因为逗饭卡笑比较好。小菊，小菊，好，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快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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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好评，对，26秒87，这是小菊的成绩，感觉如何？气息还好吗？我觉得我缺氧。这样，像唱了一首《青藏高原》。哎，你觉得你这个成绩满意吗？26秒87。看他吧。看他吧。你的眼神告诉我有一点为难。你记好你的成绩哦，26秒87。好。现在。加油。你直接把它就再吸过来好了，不用倒回去了。你是这个颜色。你随便喽，都 OK， 这边还有。他是小菊是26秒87，啊，不一定哦，十秒可能搞定。真的，我喊三二一哦，三二一，开始。卡姐，手抖吗？你现在是？卡，你为什么手要抖呢？卡，不要抖啊，不要，对，不要抖、啊，淡定一点。哎，你们真的逗他笑，这样子他的成绩会越没有你们高。你们现在是在 PK。
是逗他笑，不是你自己笑。你在嗨什么？你自己在那笑什么啊？笑就太失败了，自己在笑的不得了。快点闹，快点闹，快点闹！看你的反应，好像老奶奶哦。问你了。还有三个，还有三个，快快加油，加油！哎呀，再笑出来皱纹就要出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女人间的竞争也是蛮激烈的哦。好了，停。你猜一下多少时间？我看起来，你觉得你时间比小菊长还是短？大概长吧。多少秒？10秒钟。哇，你觉得呢，小菊？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还蛮久的哎。我告诉你，他都在笑了。我告诉你，一同的成绩是44秒37。哦，你是个 bug。你不止快，你比他要慢了将近20秒的时间。我超越了 bug。好了， yeah, 那这一趴呢，一个黑的 bug, 我们就要一个白的 bug, 我们就要给小菊一个了，可以去那边来领取一个你的这一趴，一个喽，你就记一分了。现在你就记一分。好了，我们还有两个游戏，所以不要着急，一会儿来看一看到底谁运气又好，然后呢能力又够强。好了，其实还是要说回到你们的这个组织哦，我倒觉得其实一群女孩子在一起，你们平时都是怎么样？都是大家会和睦相处呢，还是会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矛盾？私下他们都和睦相处啊。对啊，当然也会有什么孔耀英，比如说吃太多然后导致我不开心和他吵架、比如他多吃了我的一堆鸡翅啊，我就会生气啊。对啊，多吃你的一堆鸡翃。一堆哦，我还说你们吃饭都是一堆也蛮厉害。会不会有要求，比如说老师会说不可以吃太多，你们要控制身材，你们要保持自己的这种状态，会有过吗？对，他们平时都告我们一定很辛苦，一定要吃。那是你自己吧。对，因为我比较苗条嘛，所以怎么吃都不会胖的。所以小孔，你收到的讯息是老师跟你说你要多吃一些。对呀、但是他就不一样了，他一般都是说别吃了别吃了，真的别吃了，你真的不行了。对，你真的不行了，是什么这个意思？不行了。我跟你讲，真的是这种案件随时都在放着。你们呢，你们会不会遇到过说是在吃东西的时候会有遇到过一些问题？有，他太能吃了，跟他出去吃东西的话，他年龄很小嘛，然后就吃的特别猛，所以每次中枪的都是我。但是我们研究过时期的战术，就是他虽然每次都吃到最后，但是因为他吃的很慢，就是他慢吃，细嚼慢咽。对，但是我吃的还蛮多的，你吃的属于蛮多的。对，就出去会吃很多，就曾经吃过两个半全家桶。两个半全家桶。对，刚进来的时候。比你厉害，我绝对吐了，你被打败了。天哪，郭日奇。你吓人！哇，太厉害了，各位，我们可以问问互动我们线上的网友们，你们有没有谁吃到过两个半的全家桶？来，我们看看，因为有很多人跟你们，哇，有两万六千多人在互动了。然后有说莫妈名牌被撕掉了，我发现的时候，我机智又把它踢了回来。然后有人说发卡我爱你，谢谢啊。对，我看刚刚那个人说我猪，然后你给我出来出来，别跑，好能吃啊！有人说半个都吃不动。还有贝勒，你够了。谁是贝勒？贝勒是谁？贝勒爷吗？贝勒是在说我吗？啊、oh, ，OK， 好。还有，我看啊，大家说都是在表达我爱你，我爱你。有时候一同我爱你，好逗。吃那么多吓尿了。哎，我还没，真的是这个人间的一种奇葩。OK， 好了，各位，你们可以有什么好玩的一些评论或者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呢。而且我们有这个弹幕的方式，也可以来提问，我们都可以给他看到。向我们的五位来提问都可以，当然赞美主持人的话我也不介意。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挑战赛哦。而且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的应援数量是多少了？如果达到1000的话，就要完成他们的。给他们的第一个福利了，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漂流瓶，我们的水瓶，哦，现在还要再等一下是吧？好 ，OK， 各位，你们继续可以来这个应援哦，因为到了我们1000的话，我们刚才说过了，会有这个非常棒的礼物送给你们，就是我们线上的五位会用他们的才艺，会用卖萌舞蹈或者撒娇的方式来应援，然后呢，接下来2000的时候呢，会教你们怎样剩下好身材，3000的时候呢，会对第一名进行我们的爱的大表白。哎，520是个特别的日子，在你们心中520有没有特别想表白的人，或者是想说的一些话？520啊，想对自己说，默默你好棒哦。也够了。有没有你们呢？你们有没有520就特别的日子？可是我一想到520，我就想到502。为什么？强力胶吗？胶水。就我听到网上有一个段子，就说在520这种好日子里，哪个250秀恩爱，我就用502封住他的嘴。哇，好棒啊！这个我觉得特别棒。特别棒，也够狠的，真是。来，我们先看一看，现在已经有1100人了。
对不对？现在已经1100人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兑现我们在开场说的那一个，你看大家会说小菊520，然后往洛洛，然后17好赞，然后还有乱入一个徐子轩，发卡是谁的绰号？来，是我啊，对啊，是你的绰号。正确发音是发卡，发卡，对，为什么叫发卡？因为发卡听上去觉得怪怪的，他们喜欢就是那种为了把名字叫得可爱点，多一个字，发卡卡念上去比发卡卡好听多。还有个白发是吧？卡卡卡卡，你还有个绰号叫白发吗？白发卡，啊、白发卡，对的。哦、oh, ，OK， 好，哇，真的是，好，来1000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完成第一个我们说的这个任务喽。1000的时候呢，要向我们的粉丝们，你们可以挑一种方式哦，卖萌也好，舞蹈也好，撒娇也好，或者是你们个人喜欢的方式，要回馈你们的粉丝们，好不好？每个人都要那个吗？每个人呢，还是每队派一个？每队派一个吧，每队派一个吧。发卡，每队派一个，当然每队。卡姐，我也是你们队的，我也是你们队的。卡姐不会卖萌，当然我需要，我是道具了。不会讲玩笑的，这时候用不出来。你就那种讲一个很中二的那种，你们俩私下对台词为什么还要拿话筒？游戏黑洞有什么好讨论的？真是，对，两个人都比较害羞。一个黑洞，一个白洞。我们先来，上，我们先来，就是你的，好吧，那我来吧，你帮我拿着麦好了。你要干嘛？拿大顶，发大招了。预备备，起，520，爱你哟。哎呀，自己笑场，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说好的成熟呢？你是代表着 S 队在进行表演呢、哎？你确定你就是这样子一个回馈方式吗？不然我想到的只有这种啊，就是活泼比较适合我。你去，默默，你要不要拯救一下他？好难过，我就啊。你们代表 S 队哦，现在是。你也放弃了。就一种世界，想了好多好多东西，然后被他这样一。巧合，比如说哪怕是一小段的，比如说唱歌也好啊，舞蹈也好，撒娇也好，我要撒娇吧，然后撒娇 OK 好，你就冲他好了，冲他好了，啊，你拿那么多了已经，为什么越来越多？再拿一只，拿一只，拿只大的。今天就是要吃东西，就是要吃东西，你不给我吃就是坏蛋，哼。你也没有成熟多少，你们真的是老年人吗？我有点后悔了，怎么办？说好的成熟呢？真的，我觉得我们成熟度真的都是萌萌哒。啊，这一趴真的也是够 了。好，这是我们 S 队的两位 ，N 队呢？你们的方式是什么？回馈给我们粉丝朋友？要成熟一点，我吗？哎呦，加油，成熟一点，可以稍微帅气一点吗？可以啊 ，OK 啊。我刚才临时想的，最近蛮喜欢。需要我帮你把麦举着吗？害怕，不用，你一个人做不到的。自己来啊，我试一下啊。好，跟他们放个狠话好了。就是最近喜欢的一个日剧，叫《哥哥扭蛋》，你有看过吗？没有。知道。我觉得我可以。你说，我好像黑豆。我要开始了，1、2、3，爱你，爱你，520，爱你，爱你，520，520就是爱上你。有一种什么广告的感觉？你们后悔了吗？我。惊呆了我！回来！我觉得其实坐下。S N H 48的培养的都是喜剧演员，是不是？对，谐星都是谐星。OK， 好，这是我们第一次了，第一趴嘛，1000的时候，我觉得要慢慢的更厉害。我们接下来可以让大家再来给我们，你看你们刚才表演完之后，忽然到了800，也是蛮醉的，没关系。吓跑。我们还有2000啊，2000的时候呢，各位再冲击一下。2000的时候呢，是我们现场的五位要跟大家来教大家怎么样可以展现夏日好身材。刚才那个表演是怨谁呢？讨厌。每次主持人都真相了。干嘛这么本质？讨厌。我就是一个实在人，没办法啊。然后各位，你们可以，你看有人说呢，卡宝宝、卡宝宝，别着急。到底是卡宝宝、卡宝宝？卡。然后是说。卡哥叫卡哥是吧？应该叫对，因为卡哥你放空对，然后是我举美如画，我举美如画，感觉主持人好短，这个为什么没有被屏蔽掉？好了，接下来呢还是要聊回到你们啊，其实说呢女孩子生活在一起的大家，每天都应该会比美吧？我觉得每次比如说出来的时候，大家女生嘛最喜欢的不就臭美吗？谁你们五个人当中谁最爱臭美？哇！你看他们都知道哎，不容易。还有发卡，还有发卡。我们队就是发卡。为啥是我呢？我出门连头发都不梳。这个人最近偶像包袱越来越重了。对，特别重偶像包袱。是吗？刚才那个也算是有偶像包袱吗？那段表演。他自己是觉得很帅的。啊，他内心是觉得很帅。帅的。对。OK， 那问一下小孔，你每次出门要花多久？
如果化妆的话，可能要三个小时以上。三个小时。如果化妆的话，如果素颜的话就不用，但是要搭配衣服的话，应该还要一个小时吧。四个小时才出门。可是，就是真的感觉肖英姐就是。平时就是我们很早有通告的话，我们平时都是就是不化妆素颜去那里再化。我每天看到他都是有通告，精神焕发，已经精神焕发，全部都化好了啊，就坐在这里啊，完美无缺的感觉。对，所以你是非常讲究，说每次出现的时候一定都是装备完整的，睫毛是根一定要贴够。不贴睫毛哎，这是刷的。刷睫毛。对。所以说你觉得如果说让你觉得你自己最自信的地方在哪里？如果五官的话。最自信的地方，鼻子吧。鼻子。嗯，那么他你就给我打你你们俩是一个队，你们俩我现在要换地方了，对吗？来，过来，要来我们队吗？要来我们队吗？所以你觉得他你画每次出门差不多三到四个小时，嗯，卡卡呢？啊，我吗？卡卡，我卡卡出门蹬拖鞋出去，这个完全不需要化妆。你是时间就很短，无所谓，反正我就这样，我就出去了。对的，除非是那种要化妆的那种通告，要演出的话，对这种也会尽量到现场再化，能晚化一分钟是一分钟。不，卡姐，事实上是，如果说有他的情况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粉丝，一种是没粉丝的时候。哦，这有粉丝的时候，他那个真的偶像感真是爆棚。对，简直是两个人。一定要化完妆才能面对大家。对，就是有粉丝的时候，他就是白的；没有粉丝的时候，他就是黑的。哇，黑的也是蛮赞的。你们不要抗议，我化完妆也黑的。好 ，OK， 这是你们之间的这个每个人用时啊。其实我倒觉得，你们会不会觉得说，有的时候会暗自里会比美这件事情，会吗？其实我觉得哦，就是外人看来就觉得女团嘛，一定会有、这个、对，大家会说女孩子那么多。但是其实事实上我们不会，审美不一样、啊，平时都挺邋遢的、哦。对对，大家都见过了本性。你也蛮真相的哦，所以说你们平时不会有这些比美啊什么之类的。完全没有。OK， 这样好了，今天是个这个互动节目，而且大家都说主持人很真相。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个真相的环节，各位线上几万的网友，我们有五位。SH48 也是蛮赞的。48的成员在现场，我们问一问各位，在你们你够了。他一笑就停不下来，他就是这种，就平时笑声回荡在整个节目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剪掉刚才那些不想让看到的那一段。问一问各位，你们心目当中五位里面，谁是你们心目中最美的女神？王国杰面对哦，节操的时间，直接面对哎，节操的小菊，你不要看我了，我不会再说 48这种事情了。来，我们看一看大家怎么说？大家说我卡是小帅哥，然后我说默默小菊、笑死我了，看到没？那个都是的，哇，在一直在刷，哇，好快，好快，吓人哇！有人在说小卡，默默少说是你是少女心，虽然我是少女心，你说非常的对哦，够了。哇，刷得好看，刷得好看！你们看到有什么？好看，有个17，有人在喊你。卡王霸是什么？王霸是什么？可能他闪得太快了，可能闪得太快了。不要这样，好不好？然后是，哇，都是赞美的话。卡王爷。哦，是卡王爷。看着卡王霸，你。哎，其实每个人都差不多，哎，都有。哇，好快好快 ！OK， 各位，你们先刷的好了。我觉得在每个人心目当中，应该每个粉丝心目当中都认为你们应该心目当都是他们心目当中最美的那一个。你在放空吗？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最美，有最美的一面。好了，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说，其实除了美之外的话，应该还会觉得说谁是在这个团队当中最淑女的、最端庄的。就比如说，有没有在你们选平时里面观察过的？团没有端庄的人吗？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还是端庄的端庄的人吗？端庄是什么？啊，就是大家都是那种很砸得开、很活泼、很外向的那一种，没有说比较端庄的或者安静的那一种。那个叫闷骚，在我们这里也是蛮赞的。所以有闷骚型的吗？我的外号是安静如鸡小十七，特别安静。你刚说平时都不说话的，好安静哦，好安静哦，十七，好安静哦，好安静哦。对，好吧，我发现这一团里没有安静的，应该都很吵。好，各位还是要提醒你们哦，你们要赶紧去完善你们的这个粉丝资料，因为一会儿呢，我们会根据你们的资料，比如说你要排在第一位的话，会打电话给你，甚至是如果说你排在前五名的话，有机会送给你我们独家送出的我们SH48 的鼠标垫，独家鼠标垫送给你们，所以赶紧在我们的屏幕的应该是你们的右侧，哎，应该是右侧，对，右侧吧，左右分得清不？应该在屏幕的，你看是这边，应该右侧吧，右侧的这一面去完善你们的资料，真是也够了。
好了，接下来还是继续回到我们挑战赛哦。刚才是小菊有一分，对不对？嗯。好，你不用举手。我举什么手啊？刚本能的举手。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哎，接下来要玩第二个游戏吧？还是说先表演一下？你们选择。先来清唱一小段，还是来第二趴游戏？你们选择都可以哦。我们节目是很随意，你们来定顺序。先来莫队决定好了。莫队，你决定。先来唱一小段，还是来？我们来石头剪刀布好了。这个也要石头剪刀布。对啊，那就按台本来吧。我们都是纠结口。那就按台本来吧。好，按台本啊。按台本来，先来唱一小段，好吧？刚才一直在聊你们的新歌嘛，当然还是要来说一说我们剩下的好声音。接下来，我们今天就独家在现场有五位来帮大家来清唱一小段，好不好 ？OK 吗？好，准备好了吗？春姐，打哈欠。没有没有，我在开嗓。好棒。准备好了哦，我们是有小伴奏。夏天在眉间释放出热烈的闪电，洁白的纱里间让肤色更鲜艳，青春正新鲜。再美的语言也需要金色的铺垫，此刻说的永远更接近了永远。无尽的晴空，纯净的相爱的初衷，海浪的翻涌提醒我早已经心动，或许应该趁现在完成蝴蝶的破蛹。在这夏日天空下，请跟着一拍，全世界准备好了吗？海浪声音 sounds good， 我的蜕变你看清楚，学会被更多人注目，被更多人嫉妒，撩动了沿岸这一路，心跳声音 sounds good， 爱的果实终于成熟，为等候这一幕，我们曾在黑暗中起舞。剩下好声音，各位可以在我们的酷狗最新的7.1的播放器上去搜索一下这首歌，同样呢也有非常棒的 MV， 也可以在我们的7.1的播放器上去收看一下。哎，其实说到了刚才的感觉还蛮妙的，在520的时候我坐在这个地方，一群非常年轻的小姑娘冲我唱歌，哇，不要冲你唱，也真的确实没有冲你唱歌了。你们也是背景啊，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真相？好了 ，OK， 刚才呢就是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一次，就是我们SNH48 的新出的一首单曲啊，叫做《盛夏好声音》，也是专门在塞班岛有拍了 MV， 对不对？非常棒，可以在我们的7.1的播放器上去搜索一下。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呢我们还有1200人在这个跟我们在互动，你看了，这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互动方式嘛，对不对？各位，你们可以加油哦，因为到2000的时候呢，我们现场的五位女孩子会教大家怎么样成为一个盛夏好身材的一个方法啊。好，接下来呢又到我们的挑战赛了，又要请出两位喽，又要请出哪两位呢？不会是我的，我相信我自己的手。我们这次先从 N 队开始好不好？加油，从你们开始，每个人要掷下骰子，看一看是多大的数字。17。好，数字是2，好二哦，这个数字应该还好了，太适合你了。小菊是上一轮的冠军哦。小心哦，666还是6。哦，也是二，也是二。哇，我们俩都二了吧？好，是 N2 上一局打的命运，我们是 N2 吗？卡王爷，卡姐快，666。如果你也是二的话，你们就是真的二。四，你比二更二，更二，二的两倍。目前。卡卡是最大的，是4，接下来最大的卡卡是最大的这句话，我开心。一啊，这是一吗 ？OK， 这是一，这是一。哦，默默呀，担心，完蛋了。我就说卡姐，如果卡姐你是跑不掉了，你这次征战再输的话，你真的就是个 bug 好吗？加油好吗？哇 ，OK， 这一轮就是我们的。卡姐还有我们的默默，接下来要说一说我们第二轮玩的游戏。第二轮游戏要升级了，这一轮的游戏呢更好玩。这一轮的游戏呢，哇，其实一直在考肺活量，玩的呢叫做这个吹乒乓球，怎么玩？球类啊，
吹什么？求了运动吗？来，有请我们的酷狗小妹先拿上我们的道具。那完蛋了哎！求了运动啊！我是求了运动，求了运动，好绝望，必死、啊！卡姐，来这一边。好，我们看到了，有五个水杯，有乒乓球。一会儿呢，我们会把乒乓球放在第一个水杯里，你需要每次用一口气吹到下一个，把这个乒乓球吹到下一个杯子里，看谁的时间用时最短，把乒乓球吹到最，哦，挨紧一点是吧？这个，但不能一下吹两个，要一个一个一个。那我岂不是完蛋了？但是水是不是有点不满啊？水是要放满，会加满是吧？好，好想喝、啊。是酷狗小妹你自己加的戏吧？在舞台上表演倒水，真是完蛋了。你们讲觉得谁比较胜算大一些？我不是说我是球类黑洞吗？可是这个还好吧，这个只是你就是力道，看你会不会用气。我觉得默默是选择者，就他每次会觉得自己会输，但是又会赢。对，而且我觉得我输我就怪你们哦。不要这样，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肯定是我心态放松了，我每次都觉得有没有点力气，我每次都觉得自己会赢。你每次每次都输，但是你每次也赢了啊？也没有，也没赢。好。哇，这个真的好难哎。就是。好嘞。我想先试一下哦。OK， 各位，你们可以来先挑战一下，先试一下。我们现在先 testing， 先这个示范的时间。谢谢酷狗小妹。哎，这样不可以哦，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如果说你要连着两个吹的话，你就要回到第一个重新开始喽。你们俩还对吹，什么鬼？你们够了，这画面也蛮经典的。你们够了，我说你不要这样，李彤，你不要趁机。都大概了解了吧？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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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所以说规则你们了解了吧？了解了 ，OK。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喽。两位谁先来？你先来，那你就从这边开始哦。啊，从这边开始，这边就 OK 了。对，如果说你跳着吹，比如从这个吹到这儿，那你就要重新开始。哦，这个要算时间了。是算时间，对，所以说你不能让它连着往过蹦啊，一口气吹到这儿那是不可以的，好不好？卡姐慢慢来，就你要控制好你的力度。对，没问题的。嗯，稍等，稍等，稍等。好，由于我们的经费问题，我们的秒表需要再次调整一下。这个秒表啊，真的是。你不要吹太猛了。好嘞，我可能会一个直接实在不行，我就拿手机。你是在说他老吗？对对真的是 ，OK 吗？好。你们两个 ，OK。所以各位，你们要准备好哦。我们要，秒表是在这边，准备好哦 ，Ready？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哦、oh, 啊，要重新，要第一个开始，第一个开始。哇、哦，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你嘴好性感哦，好紧张，好紧张！小心哦，小心哦，小心最后一个啦，最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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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真的是黑洞吗？就到最后一个，你现在已经用时已经三十秒了哦，已经三十秒了。你把他吓的！哎呦！别紧张，别紧张，慢慢来，慢慢来。加点水，加点水，要加水，加点水，加点水。来来来，这个要算时间吗？算啊。好，姐，你两秒钟。好，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哇，也不行！讨厌，讨厌，好难哦，这个游戏。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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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凉了，加油！你可以近一点，近一点，近一点，小心小心小心。哇！停止，减掉刚才倒水的两秒钟，你用时，那。用时一分钟，啊！回来坐着。好。然后默默最后轻而易举，十秒搞定。看到了吗？如果说其实不用一定要很快，要稳才是重点。你六十秒哎。对，真的，默默。太年轻了。你准备好哦，他六十秒，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来浪费。接下来默默的挑战赛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加油加油，好，
两个了，三个，哇，四个了，哇，果然有一次过，这是队长的威力。猜一猜默默用多久？大概十五秒左右。再猜一猜，十秒，十秒都不到，9秒94。哇，感觉如何？这个世界不太适合我，快回来回来坐着。好了，毋庸置疑了，这一趴是我们的深得我真诚。S 队的队长默默赢取了一个酷小狗，来，我们送上一个酷小狗。哇哦，积一分哦。突然有一种碾压的感觉，好棒哦，好久没有这种爽感了呢。好了，别着急，一会儿还有一个游戏呢，而且最后我们还有这个连线的时间。我们连线的时候呢，我们会请出我们的。那个时候排名在第一位的网友，然后你有一个权利选择你心目当中最喜欢的两位团员，可以送给他们每人一分。好，啊，这真的是个水帘洞啊，这个游戏。所以说，其实卡姐你才是游戏的 bug 吧？两轮我和卡姐真的是黑洞，对啊，深得我真诚，一定是我替他背负了这一切的 bug。因为你也够幸运呢，你每次接都会选到你。对啊，但你每次机会都抓不住，就把他捧上天，又啪一巴掌把他拍到地上，太惨了。这个无情的世界。第二次的总选举怎么办啊？害怕，你说吓人？开玩笑，我又花凉下次。开玩笑，开玩笑。好了 ，OK， 小心小心。一会儿呢，我们还有第三个互动游戏，所以各位先不要着急啊。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呢1900了，哦，哇，我觉得反正不是我的手机，反正不是我的手机，无所谓。好痛哦 ，OK， 声音。OK， 好了，其实呢，各位讲的是，赶紧你们可以冲击一下2000，因为哦，瞬间到2000了，一说就到了。2000的时候呢，你们五位呢要完成一个任务，因为我们这张专 EP 呢叫做《盛夏好声音》，而且刚才开场就讲过了，其实不光是。听着很棒，看着也非常养眼，因为各位呢都在里面展露自己的身材，所以接下来我们在2000的时候要回馈给我们粉丝的一个任务是，要跟大家摆出一个，或者是教大家一个小动作，怎么样可以变成盛夏好身材。小姐，宝宝，宝宝，四千年的美女是不是？有个这称号是谁？哦，你们要来 PK 吗？你们两个人都有一个不同，求你了，你好坏哦，求你了，给我个台阶下，好不好？再见！你们派这次派出一个就好了。欢迎上，上吧，小姐。不要！我拒绝，我派出我们这一队的好不好？啊，好身材，好身材，十七也不错。你们可以，你们也可以一起嘛，一起摆一个 pose， 一起。你们俩可以一起跳一段神魂颠倒啊！就要派一个人就可以了。好，你要是一个一个来吗？还是一起吧？我觉得。那你们就一个队伍一起喽。对。那就是默默跟一个队伍一起，不是应该分开的吗？分开吗？对啊，行，你们说了算。你为什么让我跟小英姐比人呢？那你们决定，你们推荐一个，你们三个人推选一个。我觉得我们这里身材除了十七还能有谁？没有，还能有谁？我年龄还小，我今年刚刚17岁呢。各位线上的朋友们 ，SH48 的都已经拍这样子的 MV 了，他们还说自己身材这样子，我问你看看，这样很清凉，很勇敢展现身材的、啊。主持人，你先看看里面，你找一下我，你仔细看一下。所以你不在里面，封面上总有吧？对，你看，仔细看一下。所以里面是怎样？里面那个平板电脑就是他，从封面来看出究竟啊。封面他在哪里啊？在这里啊。那个平板电脑，也不错啊。其实展现好身材嘛，也。不玩了，你们自己推选一个好了，你们推选一个。我们十七虽然人小，但是对青春还不错。啊，鲜嫩的。不，我怎么能跟小颖姐比啊？其实就是因为你们先讨论一下啊。小颖，现在你先来好了，你是众望所归，大家第一个推荐都是你。如果我做出来一个特别二的动作，你们会杀了我吗？会哦。好吧。哦，又来了。准备好，各位，放大招了。屏幕，准备好。大招哎，放大招哎。放大招。要 hold 住啊！你的身材，欢迎啊，小颖。欢迎啊，你的这。小颖。哇哦！其实也不怎么样。小颖，是这样。刚才因为你挡到了我们两个，所以机位可能没拍着。对，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站在这边冲这个机位，其实是给你一次翻版的机会了。全身哦，性感也好，可爱也好，怎么样都可以。欢迎证明自己，一定要展现自己的好身材。我们三个一起吧。哦，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这个很棒，这个很棒。那你就在这个动作太羞耻了，做这种事情。各位现场是不是都坐不住了？接下来你们派谁？我们是这样想的，因为肖英姐就
年龄到了，不，什么鬼？不是6666，就是。我们也蛮赞的，可是我还很好，就是小云姐一直都是我们团内公认的 nice buddy， 然后我们三个的话跟她不要害怕，你看我吓的hold住，看我吓的，然后我们三个就决定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跳一小段我们公演的一首歌叫爱到累了，对对，那首歌开头的滑步特别有 feel， 特别的有一种对就是那种喜感在里面，我的滑板鞋。但是你们要听清楚题目，是展现对那首歌很能的，对身材嘛，因为那首歌就有味。OK 好，有波浪。OK 来吧，那你们三个一起喽。我们真的不是谐星吗？那前面的三声咋办？我可以拒绝吗？没有，你们去那边带上发卡吗？我不想粘。对，我是带上发卡。我主要是不想粘他们两个中间。谁站在？我们可以粘一个三角形。他是 C。OK 好。来 C。准备好。不，谁应该走在我前面搭我一把，我搭他一把肩。来吧。滑步，先走哪只脚？先走，先走右脚。好，幼儿园的准备好，来，三二一。心像一朵枯萎的花。不要过来，你们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噔噔噔，再见。所以这就是。回馈于2000名粉丝的礼物，各位你们收好吧。太溜了，对不起大家，太溜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所以各位，有人选择死亡，直接跪了。一群谐星，然后还有什么选择？好了 ，OK 了。主持人收。收了。至于这个弹幕怎么样，你们自己评论吧。啊，各位，我们还会已经到3000了，那我们直接来3000好了。三千，我们刚才讲的是要对我们目前现在排名第一的这一位进行一次爱的表白。我们先看一看，现在目前为止排在第一位的是谁？是看哪一个？看的是粉丝榜是吧？叫做卡丽坚王国，卡丽坚王国，卡姐你要，那就是卡姐喽，对不对？卡姐，你要今天是因为今天是520，你要用你的演技。假设他是你的男朋友，你会对他说些什么？表白、哦。但是这是个王国、啊。这样吧，你跟我说。那就是一群对你说。看镜头，你要对镜头这边。对镜头那位说，他叫做卡利坚王国，你要说 Dear 卡利坚王国。好适合你哦，你要准备好哦，太适合了。对，他是国家啊，不是人呢。哎呀，你就相当于你是卡利坚的小公主啦。卡姐最近比较适合追女孩子，试试吧。好，准备好了，来，三二一，卡利坚王国的国民们啊，在这个伟大的520的日子里，我愿意将我所有的爱全部都奉献给我在这世上唯一所珍爱的你。来，将你的眼睛凝视着我吧，让我们互相相爱吧，来吧，就现在，不要停下啊，丢人！这是我见过的目前为止最浮夸的表演。我选择死亡。怎么可以浮夸到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对，我选择死亡。莫名其妙。真的假？我们讲真的哦。假如说真的，你遇到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男孩子，你今天520想对他表白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语气？也是那样吗？我不相信。事实上，他应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就会害羞。没有喜欢过男孩子，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所以你都喜欢女孩子吗？他只喜欢女孩子的。没有，他都喜欢女孩子的。没有，不合法呀，那算了。没有。好了 ，OK， 接下来呢，就算是一次对这个卡利坚王国的这个表白啊。不知道这一位现在排在第一位的粉丝榜第一位的卡利坚王国的国王感觉如何？有没有收到卡姐对你的爱慕、满意吗？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里面告诉我们。没想到主持人更中耳，国王。对啊。这位国王。这国王，你的刚才表白收到了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挑战赛，要加快时间了，时间很宝贵哦。接下来是第三个挑战赛了，现在看一下战绩是默默有一个，小菊有一个，剩下的四位你们也可以来争夺，因为这是最后一轮的挑战赛。这一轮呢非常有意思了，因为呢可以更有技术含量。我们先把道具上来好不好？来，我们先拿上道具。道具在哪里？这一趴的道具呢，和一个饮品有关系。可乐可以喝吗？想喝。你们真答对了，还真的需要你们喝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你看可乐上写的，因为呢我们这个摇晃一下。OK， 因为呢我们接下来需要你自己控制好这个量哦。比如说把它打开之后，怎么样喝到一个量，让它可以这样子立在桌子上？怎么可能？真假的？我来示范一下啊。可能我们要到天黑了吧？我们立几个，每个就立三个就可以了，是吧？就像这样，这样，
这样啊，好难。其实技巧就是你要一点一点一点点喝，喝到一个量的时候，它可以有一个力学角度是可以平衡在上面的。我觉得我先喝吐，喝成六罐全喝了，这个大概我们不用立六罐，立两啊，每个人立两罐，两罐只要有两个成功就可以了，好不好？哇 ，OK， 害怕。所以各位，怎么了？这个眼神是惊呆了。我觉得这个题不适合我，可能必死，这太不适合你，也没有办法，是要听天由命，还是要？我突然想到，如果喝太多，是不是还要吐回去？也不用。天哪，也不用吧，你们平时都是什么样的生活呀？喝次可乐还要再吐回去，太可怜了吧。这次从我们 N 队开始啊，S 队开始。S 队开始，黑洞啊，你小心哦，万一吐了你目前为止还没有积分哦。六目前为止没有积分，后五也可以了。二，好，故意的吧。再来队长，莫队长，莫队长现在积一分哦。一，所以如果这一队选择一下的话，太棒了，十七，十七可能要需要内部我们十七可爱喝可乐了，所以他有可能多喝一点啊，十七，降六，也是一，哇，可能，小群，小群，来吧，完蛋了，到你喽，哎呀，又是黑洞的对决，加油，小群，看好你哦，看好你哦，有可能我是一哦，不会哦。啊！小英姐，小英姐多少？她也是二。二，哎，完蛋了！这加油！这节可能小精彩哦，这节可能是平双吗？如果你是一的话，就不用再进行。完蛋了，在一起能有。如果你选择的是比二大的或者二的话，就他们中的一个了。这人完蛋了，来吧。你真的是一个 lucky girl，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卡卡，你今天进去买彩票，三次你都有，对呀，买彩票吧，对不对？我可以买这个权利，你们直接再扔一次好了，再扔一次取大的那个，那谁大？来来来，啊，好害怕哦，紧张，两个人弄完会真的，也不一定的，他也会弹呢。哎呀，这我好嘞，拜拜，我还要再扔吗？你要扔啊，50%的概率，我就觉得已经是肖英姐，我不。笑死我了！哦，那就是你喽，来吧，二位，哎，小云，跟你说，不要一朝上了，真是。对，然后他一朝上，两罐哦，只要两罐成功就可以。我直接干了吧，空罐子，空罐子立不住，空罐子立不住，它必须是力学，它里面需要一些重量，一点一点尝试才可以。那你稍微告诉我那个重量大约在哪里啊？大约在冬季。大约在哪里？真是，你们要自己体谅哦，因为这是个挑战赛。我跟，同样呢，我们还是要计时的。笑死我了！卡姐，我们帮你喝，好不好？你喝一口试一次，喝一口试一次。哎，这样好了，我们做个示范好，我帮你做个示范。可以开了。我已经有一年多没喝过可乐这个东西了。真的？首先这是 RP 爆表，回去开个转发抽奖。要不我们拿一个杯子什么之类的，喝不完的话，好嘞。干嘛呢？干嘛要干杯？我可以给你们示范一下，话都还没说完就被灌了一口，试一下，这么一点，不行，不行不行，太多了，下面，喝到差不多二分之一，你试一下，好，看我的，看我的，你桌子不平，是他给你的，多了一点点，你要再喝一点点。好，看好啊，立住了。但是桌子是不平，它会来回滚的。好，看，这就算立住了。哦，看到了，真的。你们感受一下，就是哦，马上那个感受。哦，哪个是我刚才喝掉的？这个作为一个标杆，哇，一群少女以我为标杆，也是蛮赞的。我真的好像打嗝，这个做主持人真是。可以试一下。我们酷我的老总。可不可以真的加一点钱？录节目还得喝可乐，还得维持形象，不能打嗝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各位体验好了吗？松手，好了，差不多了，各位，因为我这是有一个让你们感觉到的一个重量，这个是可以立住的，所以你们感受一下这个重量是多少，拿好你们的瓶子哦。两个，以两个立到两个，谁先最快立到两个，谁就可以成功拿到一分。那你们可以再开一瓶呢，心里有可能是吧？砸，
好，各位要计时哦。好了，不可以再试了。我喝了这一瓶已经喝饱了，现在而且我还在打嗝。准备好，你们谁先来？这一瓶是标杆哦，你们可以随时拿来。请我来，谢谢你们要帮我。来，没问题，帮你喝。你们要帮我喝。好，没问题。这一瓶是示范，所以各位准备好，谢谢。这瓶是示范，我刚才示范的。要不我们一瓶吧，一瓶就好了，不要难为我们的姑娘们，好吧？这边放这边，你先打开哦。好有盛夏的感觉，你不觉得？没有人理我，冷场了，哎，尴尬了。准备好啊，三二一，准备好，三二一，计时开始。是享受的感觉吗？这是享受，好不好，小英姐？喝太多，一点点的事。真的会打嗝，爽吗？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手都在抖了，你看。这边是有一个示范，是我刚才立到的那个，你们可以来。就是可以跟他差不多或者少于他，应该是可以立住的。队友可以分担啦，喝不完的时候。对呀，你们是一个团队嘛，对不对？来我们队吧，小英姐。我们队有两个奶。试一下重量哦，别喝太，空罐也立不住的。试一下，试一下。三，要算放手才算可以立住哦。没关系，你放到中间来，让它转也没关系。放手才算停止哦。好，哦，是不是觉得很赞？自己完成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团，就是一个队跟一个队的比拼。害怕。59秒，是我喝的。小英姐，小英姐，记住是默默喝了，然后默默立的，好吗？59.66秒，您的成绩59.66秒，上映的成绩是59.66秒。好，这是加油，拿好了。接下来，哎，团队合作，团队合作。问题在于喝太慢。十七负责喝，小鞠负责立，我负责看。先打开喽。刚才的成绩是59.66，你要感觉一下。看一眼。感觉好了。哎，等我计时啊，计时啊，三二一，计时开始。喝完了叫我。这是我们队真是有合作精神。哇。喝完吧。你还要喝，还要喝。还要喝，还要喝。对，他们有三个人分担喝呀，我们好撑哦。理发卡肯定不是负责喝的那个。我已经给你理发卡负责摆 pose， 理发卡喝饱了。喝一点。已经21秒喽。你别喝到。已经21秒了，妈呀！吓你！把话筒拿开，把话筒拿开，要放手立住才算哦。OK， 再喝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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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啊，一点啊，45秒，现在45秒了，47秒，48秒。是可以立住的，说明还是有点。哦，快，再来！如果不行的话，就要再喝一瓶哦。还是多。其实你们挺赞的，你不觉得？我们好厉害哟、哦。差不多喽，要放手啊，都要放手。好艰难的一次啊！其实你们不是喝完的，是撒完的吧？对。啊，只要他能站住一下就可以了，一点点就可以。好，三二一，放手。好，算过了。好嘞。无所谓了，无所谓了，他们真的已经无所谓了。公布一下你们的成绩，无所谓了。你们是1分52.97秒，耶！说明呢，不一定人多就一定会胜，对不对？我们人少而量数量精啊。主要是胃大，胃大，胃大。好了，这一次呢是肖莹这边获得1分，对不对 ？OK， 好了，那可以拿上一个酷小狗。
分给你了。啊，谢谢，有儿子了。哎、现在 S 队是积两分哦，如果按队伍来说的话，所以接下来还有最后一次的机会，我们马上要跟各位来现场要进行连线了，看一看接下来连线现在暂时排在我们这个排行榜第一位这位同学，他会给谁送上酷小狗，因为他有两个名额，就决定今天在我们的酷狗新乐坊 SNH48 人气王咯。哦，你好会抢戏啊，实力抢镜，实力抢镜，我明明想忽略掉你，你还在抢戏，哇塞，你们女生真的是啊。好，各位，所以呢现在可以连线了，是不是 ？OK， 好，来，我们请进这一位非常幸运的朋友，看看他是谁。Hello， 你在线吗？我在的。你可以声音稍微大一点点吗？嗨，我在的。哇、啊，他在埃及。先自我介绍一下。那我在的吧。人呢？你好 ，Hello， 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Hello， 酷狗 ，Don't be shy， 赶快喊出来。我他在唱歌，在干嘛？是卡姐的粉丝。啊！你怎么称呼？怎么称呼他嘛？他是刚才那个卡利坚王，你是卡利坚王国吗？你是国王吗？你害羞了，国王。我亲你的笑脸。你身为一个国王，怎么会这么害羞？不是，你是卡利坚国王吗？还是国王，是王国。好好 ，OK。所以说呢 ，OK。那接下来，你是卡卡的粉丝是不是？是。OK。那让卡卡跟你说几句怎么样？卡卡。你好，嘿。我现在是应该看摄像头对吧？你问他是不是在埃及？他现在应该拿着电话在跟他家里人介绍，这是我媳妇儿、哎。这位朋友，你要听我们听筒里的声音，不要看屏幕，因为有延迟，可能这样子的话时间会对不上。你要用电话来听我们跟你的沟通 ，OK？ 那刚才呢，卡卡呢对着你在屏幕上有一段表白，不知道你没有听到？你刚才有听到吗？啊，我好像知道他是谁了。Hello， 整个卡利关王杰。整个凯利天王国都很高兴。所以刚才那段表白你有听到吗？沉默。哇，说明他没听到。那我们就现场再来一遍好不好？费子涛现在在线上啊。我现在看到弹幕以后大概知道他是谁了。那个微博上的一位粉丝。那个你好，水道长同学。那个非常感谢你每天晚上画的卡居小日常，你的漫画非常有意思。哦、对，你看到了吧？是你啊，很好看的那个。我看过。那个今天能够跟你这样面对面的讲话，真的很开心。然后那个小居很开心。Hello。所以我是个电灯泡。好亮、哦，那个。反正谢谢你，然后今天也谢谢你的支持。等会儿请拜托一定要把票投给我们这边哦。最后让我赢一把。重点就是最后那一句。好嘞，这位水道长，你有听到吗？刚才卡卡对你说的祝福和对你的要求。我听到了。你听到了，感觉如何？有什么祝福的话要送给我们的 SNH48 吗？加油。不会的 ，fight。OK， 国王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发内心的。所以 OK， 你还有什么话要对卡卡讲的吗？好，谢谢、谢谢你，一切尽在不言中。我觉得这一位水道长估计也是在闭关当中吧，所以呢精神比较涣散一些，所以 OK 好了。这样最后你有个任务，你要选择两位在你心目当中今天在场的五位里面你觉得是你心目中最棒的两个团员，你会给谁投出这两票？李艺彤跟鞠婧祎。谢谢谢谢谢谢。首先第一票给到了小菊，现在不是给你，是给小菊。还这样啊？是给你啊，给他。卡姐，来，第一个。第一个是给卡姐，给小菊。不好意思，李彤，你绊我一脚，我不是故意。第二票呢？鞠婧祎、小菊，就一个给卡姐，一个给小菊是吧？好，所以已经选择完了是吗？应该是的吧。因为意思是画面没有卡，是真的，对方可能有点太激动了，所以再次谢谢这位水道长了，谢谢，希望你可以继续来支持我们的 SH48， 继续支持我们每一位非常努力的姑娘们，谢谢你，谢谢。好了，最后我们来统计一下票数好了，我们这边一人一票，只有两个人，一人一票，然后这边呢，三
哇，我们先从十七，十七你几票啊？十七，十七，我们这三票都属于你的。妈妈，我今天卡了零鸭蛋，我不回家了。不，这三票都属于我们，十七，属于你的，来，我们评选出一个人呢，我们现在一个人。哎，那应该是小鞠。小鞠，小鞠一共有两票，有两票，两票，对不对？对。哇 ，OK， 所以各位。隆重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的酷狗星月坊到访的这五位 SNH48 的成员当中，最具人气的能力者是小鞠。恭喜！我竟然有一天成了能力者，觉得自己好惭愧，参加了三轮，一票都没得到。我们可以在开场时候倒一倒，往回倒。小鞠在开场的时候说：“我是一个游戏黑洞，我什么都不行。真的”但是为什么会获胜呢？对哦，在黑洞当中的战争中，这是黑幕吗？就黑洞中的黑洞，这可能真的是黑幕。什么真的没有黑幕了？哎，对喜欢你的粉丝们讲讲话好不好？我也喜欢你们。哎呦，这是算告白吗？五二零的告白吗？对，五二零的告白。五二零的告白 ，OK。今天刚才说了是特别的一个日子，是5月20号五二零，大家都在告白。接下来最后呢，请我们现场的五位，每一位都很认真的、很深情的向自己的粉丝告下白，好不好？我们先从这边开始吧。害羞啊，那我就对我的音符说，谢谢你们一直以来这么懂我，然后默默地支持着我，然后希望以后也可以能够让你们看到更好的我，一起加油吧，谢谢。OK， 希望在第二届总选举的时候，很多人来给你们投票哦，好不好？谢谢。来，默默。想要对一直支持着我的蘑菇们说。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看到了你们给我的留言，所以呢，我在这里要对你们说，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好，刚才是想着哑了还是要哭了？就是小女生的羞涩吧。被我给拆穿了，天哪！你怎么能拆穿别人 ？I'm so sorry， 不好意思。是的，非要让我破功。十七是。今天烤了零鸭蛋，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那希望以后我的冰淇淋们也能够一直在一起走下去，然后大家团结一心，然后希望以后的活动呢，大家也能够多多参加。我不管，我就要，就这样，谢谢大家。哦，难怪在你的这个宣言当中说的时间最长，5分钟的那个 video。哎，是吗？那个时期的宣言嘛。哦，就是那个总选的那个嘛。有5分钟。不，因为我很话唠的。哦，对，那是到这儿吧。来，今天的能力者小鞠。怎么说呢？其实告白这种话我真的不太会说，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那种很。就是我不太适合说那种肉麻一点的话，所以我就希望说，希望大家能够一直陪伴我，我也会一直陪伴大家，然后我们一起互帮互助。好嘞，怎么感觉有种军民鱼水情的感觉呢？敬个礼。接下来今天一直在表白的啊，这一位一直在表白是什么？就是跟粉丝一直在表白，但是这次最后一次喽，要认真，要发自内心，很感人的那一种。好的，那个他有音符，他有蘑菇，他有冰淇淋。那我大概只有卡利坚王国的子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包容这个今天特别废的我。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游戏平时还是蛮有天赋的，但是没有想到实地实战的时候就情况不是很好。但是我以后一定会加油的，争取下一次再上这样的节目的时候能够碾压全团。然后今天是520，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照，希望以后能够多多跟大家见面。我爱你们呀，真是的。好了，说完了，可以揍了，走。OK， 好，这是对你们每个喜欢你们的粉丝的表白，还是不要忘记在这个第二次总选举的时候要帮助你们来投票，这才是最厉害的。因为我们也希望在下一次来到我们酷狗新月坊的时候，还可以接着看到你们更加厉害的表现，好不好 ？OK， 最后呢，我们还来公布一下，现在排在我们。粉丝前五位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 SNH48 的独家鼠标垫的朋友，分别是我们的是这五位是吧？这五位还是这五位？上面那五位 ，OK， 分别是我们的某景，然后还有我们的 Nice 暮云，还有每天都是白发卡，还有巴拉巴拉巴拉拉拉，还有我们的卡利坚王国。OK， 好，恭喜这五位，你们获得了我们的 SNH48 的独家鼠标垫一个，也希望你赶紧去完善你的资料，我们会快递给你。你是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了，再次要谢谢哇！竟然把我们的酷狗扔掉了，狗狗丢。虽然你不是冠军，最后我们一起来喊出我们酷狗那句口号好不好？你们都会对不对？打招呼一句 ，Hello 酷狗都会吗？ Oh, 好不好？来，一二三 ，Hello 酷狗，谢谢各位。
各位了，下次再见，拜拜。